这是连续三年获得男子男拳冠军的广东选手杨世文，杨世文有小男拳王之称。 南拳的流派分法，以广东一省，见于拳书的就有红、刘、墨、泰、黎五大家，套路数百种。南拳的手型有拳、掌、直、爪等。南拳特点：进退快速，攻守兼备，灵活多变，突然短击。 男拳的发声是随着不同的拳势的变化，运用不同的发声，发声呼喝，一助拳威，二助发力，三助形象。